的风云太匆匆，亲像体谅阮为理想的走纵。天气美丽，闪是夜空，月亮不知你打拼的轻松。我要让花蕊有笑容，袂受风霜。阮将鼓励看作力量，祝你成功。我将思念寄春风，心爱的就保重。阮将幸福抱在旅途，等你回家乡。你是真心爱伊，还是假意啊？我当然嘛是爱伊，我这世人干那有剩一个啊，绝对无第二个。我为你付出真心真意，现在你会当这么凶的跟我拒绝？先生，先生，准备有较好无？先生啊，你较振作的啦，莫较有精神的啊，安尼哦，才能冻到春雨来插你啊。多谢你的关心啦，也毋过春雨哦，到今嘛也是无愿意食物件。恁两个人若是有时间的时阵哦，就替我家己考劝啦啊。啊，伊无胃口哦。那恁先生啊，你要去买一挂伊较介意食的物件无？太岁呀，啊，你来虽然有较好，啊，我骨条用几工啊？我今麦咧烦恼的，就是迄个水蛇精啦。伊知影今麦你受伤，佫无啥物法力，我看吼，伊都唔惊你，唔爱做出啥物代志来无啦。啊，水蛇精，害得江本兵甲吴春喜。人阿母感情破裂，我想这段时间唔敢出招，但我想我阿弟好，我一定随伊家收起。代志唔是你想的遐尼简单啦。什么意思？爸都最要的。这胖的，是老爸的胖面，看那最好食的。哦，这腿骨吼，真正是有够胖的啦！想要食的人哦，就要趁少食哦。穷本兵，真正有够卑鄙，你来用只脚。既然你无想要食这个腿骨，那呢，我就一个人把这腿骨食了了咯。哦，我早都没出去。对嘛？安尼唔只有乖，这腿骨吼就是爱趁少食啦。你敢知影，这腿骨吼是天才甲我推荐的呢。伊讲吼，爱拣这款哦，花足多的啦，啊肉吼较少的啦。啊，因为哦，食饱袂笑，哦，食花才会笑啦。啊，我爱食这腿骨，是因为，当年我生你的时阵。我阿爸拢会用一切办法，不管是花轿、借钱，还是吃免钱，
就算讲是王八甲，规个面拢乌色，妈一定会给我吃着对口过生日。春姨啊，你放心，以后吼这款重要的代志哦，我来做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水果吼咱卖吃啦吼。来啦，吃蕉来啊糖啦，吃甜甜，给你好心情啦。啊，是我错啦。从这下个做。我就是艰苦，我吃，就是每天招来阿等我吃，我跟你讲共款的话，我真正想做主意的。哼，你无想要看到文斌，伊搁甲你过条条，那安尼我嘞，我做这么多。有啥人真心把我放在心肝顶？吴春喜，你实在足可恶！嘘，较细声个啦，我较天才哦。我是收几枚，收一张清单啦。顶过吼，都是迄春喜是爱食物件。多谢恁啦，春喜哦，有恁两个这尔关心伊的表兄，真正是福气。多谢恁。啊，对啦，迄清单顶过吼，有物件是早时叫你买哦、喔，你较晚去就无啊哦。哇，那呢我即马睡来。等下哦，春喜若起来。你要赶紧准备饭菜回家，哎，记得叫伊加食糕，知无？好，没问题啊。白小勇，你在这创啥？这无欢迎你哦，你紧走，紧走。一个吴春喜，就让文斌这么烦恼，让恁这么辛苦，还让我这么无欢喜。我是要来让大家解脱的。你，哪会这么吵啦？表兄。秀勇，你搞什么创啥？真正等袂赴，要重温咱两个人伫眠床顶的春宵呢。大姐，恁两个人是摆伫我面头前，怎会发生这代志？是有带顾春心死也是？哼，你是该死，也毋过你若要死。就出去外口死，莫伫咧遮拍歹我甲文斌的心情。你上好是赶紧死出去。吴春喜啊，我已经无爱你，你的性地遮尔歹，一出事，你阿娘就给你气死，你阿爹，今晚我哪给你气死啊？我也是赶紧来走，要那无，你就要变作寡妇啊呢！吴春喜，你的命就是天注定，要孤单一世人。
什么？文丁，多谢啊。楼下，楼下。神仙，不好啦！什么不好？阿春义嘞？我就是要来跟你讲，春义无去啊啦！阿姨，房间哦，留一张被啦。阿姨，佫写一个话，我拢看无，你紧看啊！哎，我换哦，还佫一个椅啊啦！哎，叫阿姨啊！啊！文斌，我吴春义，以后甲你无交差，我要来去溪仔边。哎呀啦！这是春义的预言书啦，已经嘛要去水边自杀啦！你给我提来，哦，叫春义谁来找我？春义啊！哦，神仙真正有够厉害的呢，安尼嘛看有哦，真正足厉害，足厉害。嗯。我已经无爱你啊，你的命就是天注定。哎，孤单一世人。张不敌，你不是讲过，你永远陪在我的身边，会给我孤单一个人，是安怎人的心，当讲白就白啦。代志都着啦。是啥物代志啦？就迄个春喜，伊要死啊啦！啊！春义，啊，你有要紧无？你是安怎要想袂开？你敢知影你安尼做，害我足烦恼的。你莫阁离开我好无？文斌，我无要紧，你总算是来啊！我等你足久的。无代志就好，无代志就好啊啦！我有买足侪你爱的物件要给你，咱来转啦吼。啊你！你不是我梦到那个什么大将军？大胆妖孽！快点！春义，放手！你们冲啥啦？春义！春义天干！嘿，秀瑶，我梦内边都秀瑶。你等下叫我。文斌，跟我走！妖怪，你放手了！放手了！去去去！文斌啊，哦，原来你是妖怪啊！不管我带文斌安泰水拢无效，你哦真有够可爱呀！想要靠泰水呀，甲你斗三工，卖冥王啊啦！伊即摆敢若剩一声的功力，家己拢自身难保啊！金斌。你一直破坏我的好事，我就趁今仔日，把你的原形抛散。小金蛋，小金蛋，你有要紧无？我不要紧啦。春义，春义，今麦到底伫倒位啊？春义伫遐啦。春义，春义啊，春义。春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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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公，公公，春义已经死啊！啊，春义，春义，春义。你
看起来你的骨伤也袂好，我搁替你加一点仔抓到，你就好好享受啦。这就是你甲我主动的代价。你千万唔通想要运气逼毒哦，因为你若是运气，这抓到就会顺你的气，爱你的命。死狗，你的运气溃散，卖怪我无甲你提气哦。小金蛋，滚！小金蛋，人讲怕抓怕出村啊，唔过一只水蛇精吼，安尼收来收去吼，我见我的法力无够，怕未出。你好，大话。好，够好啊！金妹，我予伊看起来速度变较慢，啊！你因为七寸的所在拍袂去，该收起来。金妹，你的出头真济嘛？我着趁早予你死掉我的手头，安尼较贵气啊！哈哈。春夏寒食，你一定要原谅我。我对你做遐尼多，遐尼过分的代志，是嘞，你会当搁再看我一摆？甲将文斌斗三工啦，文斌，我坦白甲你讲，我春日命不该绝，我今日得去救人。你是讲春日还阁有救？要唔过我是外人，我哪会当去得去救人？小金丹会当看到天地间三界，伊看到所在拢会当带你去。要唔过春日伊，你放心啦，我暂时甲伊看好。我若无法度能甲带走，我嘛会甲伊唱掉的。小金丹，地府唔是咱的管区，万行大事啊，细你知影无？我知。给你。小金丹，我嘛要跟我兄弟走去。江文斌，这段姻缘嘛真正是太坎坷了。我甲恁讲哦。遐吼，就是冥界啦。啊，恁等一下时阵，啊，搁倒掉哦。小金丹啊，嗯，但遐行来行去的，拢是鬼哦。嗯，啊无嘞，对啦，有三件代志最重要，第一件叫好。第一件，咱只有三层天的时间，若是无伫时间内底甲春夏救出来，伊就永远拢无法度出来。第二。恁两个吼，千万袂当凊彩甲鬼讲话哦。啊，若无吼，运气受伤，会伤着恁身体。第三，遮个鬼吼，拢少爱水勇气，所以咧，恁两个千万袂当吐大气，也是大声讲话。啊，若无，你个勇气吼，会予人输了了。啊，阮个勇气，若是去输了了，唔对个。就会死翘翘。啊！安尼就死翘翘，安尼让我们得了。孙海，你有勇气啦！能救我点吼？
彬，陈阿准，这天堂有路你无要去，地狱无门你窜进来。咱的鸟鼠啊湾，应该好好耍。俗语讲，太岁当头做，无喜必有祸。当讲犯太岁的人，这一年拢干来当错哩蛋。啥卵人需要安太岁的？咱人应当是二十年才去充电，才无电。啊，但是你说十二年了，十二生肖，你就去充电，所以电会伤饱。坐太岁的人哦，气较旺，啊人哦变做较摇摆，人就袂晓讲做谦虚，所以骄必败。安太岁的意思就是讲，太岁较有代志的是对面的叫冲，冲太岁就敢咱电池去拄好电倒摆，冲了唔着去放电，啊冲就是浪费，这是伤旺，所以这是一个安太岁的主要的目的，把咱的歹运更加变做好运。卡苏犯太岁，万勿想过惊吓，只要安太岁将能量平衡，就当逢凶化吉，好运贵年当。哪就